会想最近来做到亲好朋友早安快乐。这段时间是咱昨天必须叫我们所提供的节目，在新闻林之声调频广播网89.3做的播出。有需要服务唔免客气，咱现场开放一线电话5966449这个电话，咱拢会当甲利用。哇，你这个过足紧的，然后起码是6月13呢吼，六六啊，讲6月半吼，真紧啦吼。来，咱日子咧过嘛是同款啦，大家人拢24点钟，也无多一个讲吼较特别啦吼。啊，因为吼啊，这个特别时间拢讲同款的吼，啊，空气嘛同款，无多一个讲吼啊，我迄个所在空气会较好。你若住山顶啊，当然空气好。但是呢，吼，咱嘛无，大家拢有法度住山顶，因为台湾只是只大地啊，尔吼，山顶空气好啦，海口啦，一平地啦，吼，市内啦，吼，个人365项应生的所在拢无同款，打拼的所在拢无同款，但是每一天的生活，吼，咱讲长度，吼，时间都是一样的，看你要怎么去利用它。来，有咱的道亲呢，甘美香呢，讲要点播一块天路啦吼，那今嘛甲你做安排，来邀请道亲坐回来欣赏天路。就听一段非常好听的天路。咱咧讲人啊，人生的意义甲价值，咱定咧讲价值观
唔知呢吼，咱每一个人嘅甲这个人生的价值观，这个价值观呢，咱是安怎去甲牵托，还是安怎去甲认识吼？所以人生的意义与价值观，然后这呢嘛是着爱喏，咱呢达到去个研究啊吼，研究咱人路途绝对呢。对于咱家己啦吼，要有多少的取舍？所以人的意义啦，啊，做人什么意义啊？咱人来世间唔知有啥物价值啦吼。讲的就是讲，咱人出落落，我定讲啊，讲白叔叔换一个来到这个人间呐，佮双手空空有啦，加几下定呐，吼啊，不但呢，我都带走任何物件。那就意思了，讲咱人一生呢，终究呢是来看看去看看，然后人生就敢那一张白纸，啊，咱家己去甲描绘咱家己的命运，然后啊，总共是有咱脑里写有日记的人，啊，你会讲啊，我甲吼我的人生来甲做一个记录，咱人如果就像一张白纸，咱会当甲描绘自己的命运，既然来了。既然就来啊，吼、哦，不如呢，就用咱家己活这个意义当中做一挂好代志，啊，种做一些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情，让咱家己的生活较充实，啊，欢欢喜喜嘛过一天啦吼，啊，咱讲悲哀啦吼，怨叹啦，会让我们的人生吼，哦，咱讲心理，哦，会产生了很多障碍，所以呢，咱要安怎去面对？好，要哪去面对？那么金钱的数量、权力的大小啦、能力的关格啦，这拢不是代表生命意义了。如果你也讲哦，人的人哦，什么人足够赚钱，然后储备足侪金哦，人的吼、哦，安尼为里长选个代表，代表选个乡长，乡长选个议员，你不要去跟人家攀比这些。金钱的数量、权力的大小、能力的高低，这拢袂当代表生活的意义啦。哦，更加袂当代表生命的价值。就安尼讲啦，肯定、肯定。哦，如果我们如果要用这样比的话，每一个人的自尊心啦，拢会受伤害。因为咱一生所求啦，是啥？他活的终极的要有一点点目标嘛吼，不过自古早以来，咱讲当名垂青史的人物，甚至包括一挂皇帝啦、帝王啦，因所哦，咱伫咱讲千古流芳也好，所依靠的主要资本并非唔是这物件，咱讲至精至神吼，如醉心境。哦，咱讲拥抱自然，博爱重生，然后安尼生活才真正有意义。哦，你若讲啊，好个，伊嘛一世人，安怎拢一世人？安尼生命，哦，唔是讲哦，因为帝王，因为权力，因为名士，伊所依靠的是这，但是咱呢，一旦咱名留千史嘛，无咧，哦，一旦讲名留，哦，千古。吼、哦，这种东西吼，伫这个生命本质内底，伊确实有做个啥，博爱苍生，吼、哦，拥抱自然，自真自善，他拥有自真自善、自美的啊、哦、心境，活了真正有意义的这个生命，才叫做价值。啊，那么生命本质呢？吼、哦，咱来讲啊，生命本质不能把它从自然当中独立出来。孤立去甲看，只是咱甲这个生命融入到自然与自然联系，然后咱做去甲认识，咱才知道，要那去认识这个生命来龙去脉，进而认识生命的本质。哦，这就是咧讲啥？咱等于讲，安尼找到切实的精神寄托，甲永恒的心灵归宿。啊，这就真济孙啊，这来甲恁讲啊，我即马修吼，修到安尼吼，啊，唔知个类吼，啊，搁行还是要行？要行安怎？袂安行？我们找到确实精神的寄托，永恒的心灵归宿，都是啥？你不会感到失落与绝望，吼、哦？你袂当讲吼，
啊，因为咱生命伫自然当中，吼、哦，咱无多得到养生，啊，咱就安怎？咱就自我放弃。啊，阮伫遐短短几十年啊，呐，唔免安怎，唔免安怎，你自我放弃，吼、哦。啊，咱若要来认识咱的本质，那么咱就爱先找到精神的寄托，甲永恒的心灵的归宿。啊，无咱那就讲，啊，我来皈依啦，吼、哦，三宝啦，吼、哦，不管道经书三宝、佛罗经三宝，任何的这个宗教，咱拢是要从啥？就是有一个心灵的归宿哦，精神要寄望在哪里？安尼咱袂空虚。搁一样呢，咱人的忧郁症是因为心里面没有归宿，而且你没有信仰，哦，咱无加迄个啥？无甲这个人生几啊部分啦，任何人拢是有路用的，吼、哦。但是伊存在意义，吼、哦，会被忽视，是因为，吼、哦，他被道抛弃了啊，被什么抛弃了？都是需要因大家来组成道整体，一分一分。啊，所以咱讲吼，因为为着这个相应道的贡献，所以因的生命本质也更加有意义。啊，迄、那个都是连接在。在哪里？到处连接在这个世上每个人的本位。大道不是讲我信什么宗教，不是安尼哦，是咱每一个人爱把这个道甲自然、甲人、甲结合做伙。咱人来世间出世，嘛是道的一份呐，哦，都爱用人来演呐、啊，啊，无你讲道德，什么人要去做？哦，这个整体，哦，要安怎去做出了这个相应？啊，咱为这个生命本质有做个一点啊贡献，所以咱才会成就啥身啊、心啊、福啊。你芸芸众生每一个人，哦，对这个生命的本质意义，你拢有去体会对哇？你着甲大道融合做伙，这个道是无甲咱人是无拆开的，甲咱的人生完全嘛无拆开。当然，咱认清生命本质意义了后，咱未被这个生活所现出来无同款形式所未现，所以进入了人生的人讲，吼、哦、贫贱啦、啊、富贵啦、啊、吼、哦、生活上都有这些，吼、哦、因为人的差别，吼、哦、啊个因为人生命无同款啊，所以讲咱就分出着啥，分出着吼、哦、咱一个人。诶，贫贱啦、富贵啦、哦、权力啦、名色，生命本质没有什么不同啦、啊。当我们认清生命是人生，好、哦、来到这个社会，好、哦，不是因为诱惑，好、哦，啊，不是因为社会的评价，啊，不是因为好、哦、趁机诽谤，所以咱来做人，啊、哦，并不是安尼。我们衡量自我价值唯一的标准是生命本质在生命意义。所以一个人呢，吼、哦、有这个有限的生命中，可以将生命的光辉，吼、哦、炫耀。啊，有人呢，用有限的生命，吼、哦、指向一颗暗淡无光的星星，啊，念一来念一就断，啊，足紧，这个生命，吼、哦，伊就已经离开啊。所以生命本质唔是伫个长甲短啦，是伫个有限的生命当中，咱家己付出真正的贡献无，这个要紧啦。好、哦，这个比较好、哦，我们要去想说人生什么叫做意义？人生到底是有意义还是无意义？咱用什么款的想法去甲看这个人生？啊，人生用什么态度去看？好、哦，咱的生命中的价值观，我觉得真重要呢。哎，生命呢？本质在来世间一界，你会当创造的，吼、哦。咱们那是创造价值，大的为世界，小的为自己。那有的人讲，哦，这个人足牛，吼、哦，伊呢，吼、哦，会当呢，吼、哦，啊，写真济，吼，册啦，吼，啊，做真济经，吼、哦，伊会当呢，造福足济大大细细所有的人民，来到这个世界内底，吼、哦。会当咧伫生命终结的时阵，我们做了什么？好，那是为这个宇宙，为这个大道，为这个人民，为所有这生命体，我们做到了什么？
用自己的生命本质来对最自豪的是什么？无论大小，我们知道我们曾经所重视过、用心做过的事，用心去维护过，甚至于呢去捍卫。好、哦，那么我们的生命本质，哦，就是有做到以大道，好、哦，以大道以人民结合社会，就是讲付出啦，好、哦、付出。所以大家都知道啊，生命是无常的，好、哦。啊、所有的这个吼、哦，事物拢是无常的，无一样代志是持久的啦。吼、哦，嘛无一样代志无变化的，嘛无一个无一个讲吼、哦、来这世间免等你的。当一个过客啦吼，咱、哦、就来讲来这世间就刚来佚佗的，做一个过客，面对千千万万的吼、哦，这所有的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期待，期待吼、哦、能够哈、哦、得到永恒吼。哦去到哪里不受苦楚哦啊，唔免哦，唔免安怎，唔免安怎，咱心肝底恐惧的是啥？没有办法，好、哦、去踏实生活，就是我们没有学习到啊，要安怎吼，足坦然去面对生命啦吼、哦，啊来就惊死呀，吼、哦、啊那破病嘛惊，嗯，啊要对唔知，好、哦，所以人生的行道意义从本质。咱就知影讲，生命自始至终属于道啦。吼、哦，这咱常常咧讲的，生命本来就属于道。或者讲生命，吼、哦，咱讲剃头剃尾，不过是道的一部分。因此，道的意义就是咧讲生命的意义，嘛就是讲咱人生的根本的意义，就是替天行道嘛。把主人放在心上，吼、哦，讲出来做出来，啊是主，咱讲自能够去体现，吼、哦，合适的。合适的你去做，啊，那是你的责任。啊、所以讲，有的人讲吼，啊，我都无迄能力，无能力，你嘛是会当啦，付出一点点啊，做一个人合乎于道，这就是责任吗？一个人把责任，吼、哦，人道，把你家己安尼会当做的这个小部分，你甲做好，你就以道合真啦。你就是最适合当人，因为你家己的人道，吼、哦。做了足好，你唔免有得到有甚物款的成就啦吼。所以吼，咱了必须呢，伫客观上去甲看一个人的诶好好歹歹，迄拢无要紧。咱遵循吼，才能吼在这个实际上的社会，每个人呐拢会知影。那么做出了无同款的贡献，吼啊，就是咧讲吼啊，咱做出了无同款的贡献，咱是社会。哦、不管讲大人做大代志，吼、哦，中人做中代志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单纯追求咱家己，吼、哦，咱的生命本质，吼、哦，咱伫这个基础上的实现自我，吼、哦，才实现了人生的本质意义，咱才会当，吼、哦，来圆满咱家己，安尼就好。啊，咱今日来到这个世间啦，为着吼穿刀用刀，再来到这个世间呢，有无有？咱将刀精神发扬光大，人类的使命实现在人类的使命，啊，就这个社会每个人呢、啊、都会吼、哦、现身，吼、哦、啊来做，吼、哦、短暂，吼、哦、所以讲人生呢吼，行、哦、道意义就是吼、哦、要继承，吼、哦、人生的自我意义。啊，所以讲吼，咱对人来讲啦，每一个人拢会啊替天行道啦吼。啊，所以讲这个替天行道呢，吼、哦，唔是虚无的哦，吼、哦，道是实在的。人回归于道，而不是空啦，好、哦，而是最大的实，就是实际。吼、哦，使咱家己的精神甲灵魂呢，啊、哦，在咱这个道中永存呐，好、哦，在这个道中永存，安尼呢？人生的意义甲价值观呐吼，啊你讲要用眼光去甲看，人生的意义甲价值观上重要的，咱呢每个价值是什么？人生最重要的价值是什么？咱每一天要面对足济困难呐吼，啊所以咱有真济吼，咱讲啊拼命吼，或者是讲做人。咱受到真大的考验，哦，咱的品性被考验了，哦，啊，咱的内在有所缺失，我们的价值观牵引着，哦，你是偏的，哦，啊，你
要把它找回来。所以有的人说，你朝向目标，你的目标在哪里？有的人目标是走错的方向，有的目标是走对的方向。但我们的行为、言语跟自身的价值观呢，相符，生活往往就会很好。所以说我们的充实、自信、满足，当我们的行为不符合我们自身的价值观的时候，那么我们就很快就觉得不自在，那开始我们内心就逐渐的会挂碍。所以说我们呢，希望说这个社会啦，不管说现在你的情绪是稳定的，我来恭喜啊，人生每一个点呢，我们就是要减少什么，减少一些我们常说困惑，生活杂乱的时候，没有朋友的时候，人一定要怎样，一定要先把这个焦虑啦、痛苦啦，把这些所有情绪先调整好，减少吃，人家我都怎样去面对，面对咱一个社会要来证明一个人有路用甲无路用，这就是咱这个价值观的生存，以这个存在，你承认咱家己。咱家己有多少能力，你去做多少事啊？所以讲，依托着吼，咱这个每一个人的力量去提升效率，好好的去做，人生就是这样了吼。咱讲提升咱家己人品甲价值，自然呢，在咱的人生观内底，你一定会过个真自在、真快乐啦。互相加油啦吼！很久呢，无听一段，人讲足久的、足久的古板的骊山老母，咱即马就来做咱的吼骊山老庙一段献歌。咱讲后个月呢吼，咱七月十二，骊山老母的圣诞，吼，过来七月十八，就是咱的王母娘娘的圣诞。所以讲吼，花莲呐吼，即马呢可能是拢进香期啊吼。有好多好多的，就往花莲吼，咱来讲中等啦吼，或者是讲圣安宫来去参加吼，而且往骊山呐、都有很多公堂吼，拢是安尼办的啦吼。来，咱今麦来收听这个骊山老庙。
今麦才收听一段《雷山老母》，感恩啦吼！啊，咱来上，等下点播啊，圣歌，若有时间一定会甲你处理啦吼。此人必生讲到服务电话5916045，张呢拄好是礼拜啊吼，然后真侪咱的道亲等来登记咱即个即个秋季法会，伊讲我拢做秋季咧，春秋两季吼、哦、啊做秋季，吼、哦、啊你哪会即马甲即马无看到贴啊？我讲贴啊应该是7月初才开始寄，吼、哦、啊那无嘛是爱伫6月底然后才有寄。啊，所以呢，咱讲春秋两季，咱就做啥啊？咱常咧讲做真济好事报恩的工课啊，吼。所以咱得讲到这个孝礼，古早安尼讲，讲济是志在不忘本啊。为啥物？咱讲济做，吼、啊，也是讲甲咱的祖源祖先呢做这个功德回向，是因为咱无忘本。所谓翻本报数，咱就一点会灭。对老祖祖一直做，那做咱就讲九贤七祖嘛，吼、哦。啊，你讲哼、嗯，啊，人凡正去做善啊，去做善是你一点心，吼、哦。所谓的翻本报数，报这个啥祖源叫做数嘛，有元素，因咱人呢，不是石头坑断的，人拢总是爱有一点会灭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人。人来到这个世间，都是因为安尼传承，所以人讲所谓的返本报时，古早类所重要的这一类，就是讲心。咱定咧讲心啦，吼、哦，咱有去想到咱的祖，还是想到啥？真就是咧讲一切行文的大根大本，所有一切的行。吼、哦，咱定咧讲，咱今日咧做啥物，做啥物，一定爱来必先孝为先的这个孝哩。这讲一月这做先嘛，吼、哦，而且这做先呢，春秋两季，吼、哦，啊，咱这祖先啦，吼、哦，这事活动，或者是讲吼，伫咱这个民俗内底，咱拢知影，一切众生之类，今日爱经过真济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定咧。咱常咧讲吼，咱拜拜最主要唔是干呐求保庇，是一字孝哩，一字啦。我常来讲孝，是因为咱有用咱的手，咱的大姑母去对这个蚯蚓感恩吼、哦。啊，这蚯蚓呢，唔是这个咱指纹呐、啊，绝对唔是吼、哦，别人会当去模仿的。啊，所以咱今日呢，咱也要去做祖先报恩，从德报本。普照大千世界一切众生，咱今日要做的就是啥？啊，就是咧做讲，我们能记孝思度人伦呐、啊，吼、哦，能够度人伦，吼、哦，会当啊嘛，过这个孝思，吼、哦，啊，会当吼这个人伦呐、啊，风俗啦、啊，吼、哦，会当啊喏，会当一直延续落来，好、哦，一直延续落来。我们讲时代搁较安怎进步，这个孝礼都绝对未使安怎，未使甲提掉伊啦。因为孝，诸神所祭的万物之师，所谓的都是咧祭，啊，这个祭当然是为孝而开始啊吼。所以咱来讲哦，啊，祭祖啊，有诶囡仔根本就毋捌看到老祖，但是咱这个身躯的血是对这个老祖一代一代的延续落来，我们跟他们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啊。所以人讲，亲缘不可断呐、啊。好、哦，祭祖不可断，所以春秋两季呢，吼、哦、啊，咱来说啊，我春节有做，我秋节要做嘛是会使。咱讲加做，吼、哦，对咱来讲是一种报恩呐，吼、哦，一种报恩啊。啊，咱若讲会晓，哦，啊，咱家己，吼、哦，每一个吼子孙啊，拢有这种想法，啊，咱就好好去，好好去甲做。所以咱在做这个春秋两季，然后做报恩，然后就是讲做咱家己的这个吼工作历代祖先，啊是内底有倒房的啦，啊孤啊零啦，啊是细汉无缘助力，什么叫无缘助力？就生出来啊，就人讲啊拄着吼，啊就较早是拄着什么毛病啦吼，啊所以呢吼。哦这个囡仔肉体下薄，也是因为吼、哦、出去外口无拄好歹运呐，去拄着车祸，吼、哦，也是拄着什么款的恶人，吼、哦，拄着地动啦，是讲去拄着什么，吼、哦，因为安尼来伤亡呢，
这条灵呢，嘛是真需要救赎，还有一个皈依的所在，和伊有一个所在，好通修。所以慈莲必胜公咧做这个春秋两季，哦，咱唔只是讲哦做这个吼，啊，咱讲有王波禅，有王波禅呢，吼，咱这实际吼用这个药物，吼啊，所以讲来练呐，吼这练有王波禅。咱人肉体下步足侪种艰苦啦吼，生癌嘛艰苦，病苦嘛艰苦，手术嘛艰苦，吼，不管讲是咱的肉体的下步，这口气的当拢是受过真大的苦楚甲折磨，所以呢，咱爱请呢天医院啦、啊、花道仙翁，吼、哦、啊保仙大帝，吼、哦、啊咱的药王，吼、哦、安尼呢，咱天医院来做这所有的这，吼、哦、医灵啊，吼、哦、咱这灵会当清净，吼、哦、无艰苦，安尼呢，咱这我都直接呢听经闻法，所以咱这是医的。这是古早人袂当吼，甲、哦、这个效率这个甲提掉了吼、哦，这个效率，人讲孝悌忠信礼义廉耻，为什么是效率伫上头前？所以咱也是如果讲吼、哦、要参加咱的啊春秋两季，吼、哦、咱一旦呢直接敲电话报名，直接敲电话报名就可以安尼。咱来讲何为啦吼啊，这个吼古早所谓的，人讲阳气生而君道长，阳气生而君道长，吼乱而福地之基啦，吼自古早以来，吼咱就一个讲就讲吼，日为吉，吼敬天祭祖，以感念天地之恩，缅怀祖宗之德，这是中华民族。对咱这个祖亲敬孝，嘛是对这个天地君亲师先敬自我教育，吼、哦，甲这个爱的表达，跟爱的表达，啊，所以呢，吼、哦，咱重视啥？重视中华传统文化，吼、哦，来继承，要发扬咱中华优秀的传统，要安那去实现，吼、哦，咱伟大的民族，吼、哦，咱中国。必须要有中国人的精神、啊、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核心在咱儒道释三家吼，伊拢是同款，拢是重视吼制作。儒家有言啦，讲凡治人之道啦，莫急于礼，礼有五经，莫重于制，制者所以人讲对用计效，吼对用计效，咱会当安怎？会当去了解咱较早吼出世，啥物拢无的时阵，人安怎甲咱养起大汉，叫做对用计孝，继续这个孝道，所以这是基础。咱两个正业三福，首先就是孝养父母啦吼，奉师吼，咱两个奉师师长，都甲经典内底定安尼讲，讲天下之事，孝为上第一，天下之事，孝为上。第一的说法吼，所以讲伫这座内底面的中国人讲孝甲敬，精神集中的体现，先师父庙为孝啊，对于已故的祖先呢，感官，然后始祖如树生啦吼，就意思讲，伊虽然无伫咧咱早暗去甲敬茶啦，去甲烧香啦吼，啊，咱做伊的这个啥事事吼，春分定型吼，咱用这啥。用这个香啦吼，啊用这个茶啦，吼、啊，啊是讲平常时的祭奠啦吼，啊咱呢一旦呢启发，吼、哦、咱后辈，咱头前呢做后边看啦，就是安尼，吼、哦、咱就是咧讲，咱囡啊，吼伫边啊看到阿公阿妈，看到老爸老母拿香，啊伫咧拜祖先，伊就会问啊，啊在这个漫长的历史吼、哦、过程当中，咱。中国人伊就是有这个智慧理念，吼、哦，同时呢，伊嘛了解这优秀传统的文化，吼、哦，咱的所有这个祭祀以礼，还治人之道嘛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咱既然呢，会当做咱的囡仔看，啊，咱的囡仔看久，伊嘛知影讲哦，这就是祖先，那这祖先呢，吼、哦，啊，我们要跟着父母，吼、哦，爱去拜。所以讲，天下好顺，一个清明啦。风物一时，灾厄不起；
国方民安，兵戈无用啦，忠德行仁，一旦不守礼让，啊，国无道策，无有万望，咱讲无有万望，吼、哦，强不欺弱啦，国得其所，吼、哦，各得其所，所以咱讲吼。这就是讲，咱人要哪会当安尼吼？啊，咱伫这个吼天下当中呢，好去得到好顺啊。每一个人呢，吼拢有当修心呐、啊，甚至于身心健康、自在、幸福。对咱这个吼圣贤呐，吼、啊、所有的这经典，咱讲圣格机制嘛，你哪会晓圣格机制？就是咧讲到好，做中华先祖追求的目标。就是缔造圣贤以能讲信修睦，吼恭信修睦，敦伦尽分，天下为公，大同世界，追求就是养育一代，爱胜过一代，子孙就是爱一代，佮胜过一代啦，吼啊，咱爱教，爱教咱的子，咱的孙，一代胜过一代，安尼呢吼，咱到我都安怎，会当免久重生，孝敬子孙啦。追求就是立身行道，回归人之初。较早咧讲性本善啦吼，伊内底即个纯净、纯善、圆满、心性的人生，这座就是激励咱华夏吼，咱的誓愿生生作己。哦、我们要成主治的，就是讲古早祖先给咱教，咱专心呢，把这个孝悌忠信、孝悌忠信礼义廉耻，吼、哦，给做出来，把这个道德呢，用咱人呢，承先启后，继往开来，中华民族的文化，未使做安尼吼，怎啊？今嘛，吼、哦，咱怎啊？给放弃？咱讲不忘己所由生呢，啊，这就是讲，咱会当肉金得水。同款的意思，咱诚实天下和顺，日月清明嘛。吼、哦，咱就是咧讲着通达心明，以自用租金。啊，这就是啥？正觉。咱定咧讲，要哪去持养主根，祖上的这个根，要哪通达心明。吼、哦，这就是咱心明教咱安那去孝顺尽一份。吼、哦，这个吼、哦，咱讲本分去做。吼、哦，咱的这个好的慷慨去传达。这个孝悌啊，这个神明通达，伊来甲咱教，咱会当持养吼、哦，咱的祖上祖上的根本，一切众生的良知良能，实现对天下和顺。吼、哦，所以咱这是吼、哦、真重要的教育啦吼、哦。啊，像迄、那个咱讲吼，一、哦、囡仔吼二十几岁哦，啊，伊会当回头。吼、哦，咱网络有铺一篇啦吼。哦二十二岁换十几间的学校读册，嘛无想要读，吼、哦、叫老嘛无叫老爸，嘛无讲足正经个叫，然后呢，我有认真去看这一篇哦。你这个《弟子规》来的，他认识了《弟子规》这本册哦，了后，伊呢开始呢改变，换十几间学校，只嘛竟然发心咧做义工、做志工、做志工呢，专门在讲他的过去。伊对老爸无尊敬，对老母无尊敬，对老母嘛甲叫名，老爸有时啊嘛，吼，凊彩甲叫咧，若有需要才叫老爸，无需要毋捌咧叫。吼、哦，啊，这个囡仔呢，吼，伊呢完全，吼、哦，甲这个古早礼数完全拢背去啊。伊跟我讲，人已经做甲十几间学校拢无爱啊嘛无爱教的囡仔，起码我都先行咧吼，啊是一个。出门在演讲，吼、哦，在讲，为什么伊会回头？伊会知影唔对，伊知影要安怎去重新去做人，是因为他看到了一本《弟子规》。啊，这《弟子规》呢，吼，啊，内底面也毋是讲足济字啦，但是唤醒他的灵性，让他了解，孝顺，吼、哦，孝顺的这个，吼、哦，做有够，吼、哦，会当改变咱一个人的道德良知的。观念会当改变咱人的思维，改变咱人的劣根，改变咱人所有一切唔对啊！所以他才22岁哦，哦，他就已经好、哦、把《弟子规》呢吼、哦、读懂了，然后去实际应用，实际应用到吼伊会当呢，伫这个《弟子规》内底吼去做到宣扬啊！所以呢吼、哦，咱定咧讲。
字啦，吼、哦，免深切，慢慢都读足济啦。你读懂了它，哦、啊，我嘛惊咧，吼、哦，赞叹啦，吼、哦，起码吼真济吼，咱讲网络呢，可以把好的资讯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文流全部吼、哦、啊，可以呢，好、哦、就这样子公诸于世，哦，我嘛感觉安尼是足好的代志，人呢加减啊吼，把这个思维改变一下。但人生的价值，那能够提升，不只是自己能提升啦，能够也干活一挂小客啦，吼，啊一挂年轻人也是跟着走啦，那这当然是最好的事啊！你讲是不是呢？咱的师兄呢，我们听一对五秒五加换零二，今麦来做安排了哈。这是二十几年前哈所灌落的哈，没想呢，嘛是单母娘落嫁啊，迄个时阵呢哈才灌落的五秒五加换零二。我把秋灯锁避开，
地五秒五加范玲仪，因咱节目呢一点钟啊，若听足济吼，较长啊吼，时间呢吼，对速地安尼吼，所以赖师兄我就来报一地啊就好啊吼。伫遮呢，感恩咱的道亲好朋友啊，伫咱慈天毕生宫然后啊，甲咱支持爱护啊，咱需要服务的，就是讲咱的进一呢吼先。很简单的广告吼，慈天毕生宫呢，咱有这个吼啊，香品香香款速茶贡丸、小盘香普灵灯，那咱呢，金盖绿蜂胶牙膏，大家呢，洗了大家都娱乐吼，好你们大家咧抹，马公暗赞然后，虫草王吃看看，虫草王三高宝哦，啊咱。会当呢吼，伫咱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调体，然后调这个五行，所以咱人安尼行路淡水淡水啦，要困困未起啦，要拜拜未出来啦吼，啊是讲吼，啊咱感觉精气神非常不好，吼啊过来就是血行管、血行管、血行管，常常吼拢遭病，伊咧摕处方签的啦吼，处方签怎么吃，啊咱的身体就怎么虚，为什么？人讲药本来就是毒。啊，那么呢，你像你讲的这吼、個，虫草王它虽然是食品，但是呢，食品级的吼，伊无啥物吼啊，单讲副作用，但是它由植物干细胞所萃取，好、哦，伊会当呢，从这个虫草来的上好的精华，所以伊无染啥物吼西药的成分，啥物成分拢总无啊，所以虫草王它有分吼、哦、三高用的三高宝吼。哦三高宝哦，啊，过来就是讲女性专用的，叫做金家人。金家人那就是女孩子哦，啊，人讲三十外岁、四十外岁、五十外岁、五六十岁拢总会使食。好、哦，金家人，好、哦，安尼来甲咱报告一下啦吼、哦。啊，咱那如果讲，啊，咱都对这个吼、哦、熬夜、吼、哦、开车开到五到天，吼、哦、五脏六腑吼、哦、一直退化害了了，吼、哦，迄就是讲吼。啊，咱咧下气失神，啊，正经要困困未起，啊，所以讲，互咱看起来这个面色愈来愈无好。那咱啊，个有这个张之王，牛张之萃取的张之王，你吃看看，你甲配合食看卖，也许啦吼。啊，咱对着咱的精气神，然后甲咱的这个吼，咱所有者哦，你认为啦，即嘛吼，想要去甲。好、哦，精力一下，身体有想要去甲精力一下，那你就甲食看麦。因为，吼、哦，咱讲张之王是做的，伫咱这个吼、哦、啊，咱网络立马再去甲吹，好、哦、吹牛张之，张之王来对牛张之里面，好、哦，伊来对这当食啥物，好、哦，啊，这呢，咱家己去吹，家己去应景，好、哦，伊来对有多糖体，它多糖体是能帮助啊，咱的身体，好、哦、啊，这个多种能量。好、哦、啊，所以呢，咱那边个食张之王，尤其是吼、哦，拢伫咧做暗班呢，还是讲咧做工课，吼、哦，真正是有够忝的。那么呢，咱上界惊就是惊啥？惊咱人忝过头的，吼、哦、啊，咱无法度去了解讲吼、哦，啊，这个精气神要为对来去甲补充，那你甲食张之王看看，那真的早晚。各两颗就可以了吼，然后有保养，咱就身体体质就会较好，本身就会较有啥，较有活力了吼，较有活力。啊，以上这是功课了吼。啊，张之王呢吼，咱单结缘一盒就是2000，啊五盒送一盒了吼。啊，以上这是功课。由心修，命由己造，然后讲命运之来本自然，造业非为业上天呐。忏悔过失修大道啦，修福延绵乐无边呐吼。所以咱常讲啊，运呐、啊，运行数理综合而言呐、啊，就是讲到运行之数，一至九为之数，数中之运吼、哦，有好有歹。吼、哦，世人皆有运数、运行好甲歹。人讲三年一运，较早的人拢会讲矮的好歹照轮。为什么三年一运好歹照轮？吼、哦，这就是咧讲到咱人的运数。这个运数，吼、哦，啊，咱会晓
吼、哦，那好的时阵，旺运的时阵，咱要做，吼、哦，啊，都有赚。咱好天都要去接好来牛啦。中运的时阵，运行也都啊还好，吼、哦，顺顺啊，那么赶快，吼、哦，会当把握尽量，吼、哦，好好的去甲做。运行至咱这个下劫一数，就是咱讲到下劫运啦，吼、哦，劫运已经来啊。吼、哦，啊，咱这个运道内底那无好，祸不单行呐、啊。哦，啊，都这嘛来，这嘛来，有的人讲啊了钱，哦，了解生惊，啊，做啥物拢未顺，做迄嘛动，做迄嘛动。但是，咱别讲到这个劫运来的时阵，就是咱的运道低，逢运运逢低的时候，祸不单行。啊，要安怎多积善德，咱要安怎逢凶化吉。要安那变数，吼、哦，这个无好的结运，咱讲无好的运，要甲变成一个好的。那么咱第一项呢，吼、哦，咱讲多做善德，过来就是啥？一旦呢，吼、哦，做一挂功德，和咱祖先呐、啊，做一挂功德，和咱家的万亲祭祖回向，吼、哦，和咱万亲祭祖呢，卖来甲咱交叉。咱讲福祸无门，虽然是为人主教主修，但是咱人一定，咱讲。古早人讲啊，讲乞食无嘛有三年的好运，但是人呢，绝对是有分吼、哦，咱这个运数的好歹，啊，运数的好歹，啊，这运好运啊，搞当然啦，善人天数福嘛。好、哦，啊，那如果歹运来的时阵呢，什么代志拢是由咱家己爱好好啊去做，第一样爱了愿呐，吼、哦，啊，过来就是哦，爱多做善事啦，咱这我都改变。好、哦，比如那讲行善。有人讲行善不得好报，是行恶不义之道，反向荣华富贵，拢是因为啥？因为要有运呐。吼，啊，咱若讲咱的运较无好，那么要安怎做？当然嘛是爱请吼，神仙甲咱排解因果，然后甲咱排解，吼啊，互咱来做一挂福，吼啊，通我呢吼来动一挂运呐，动一挂灾。哦，所以能够神仙，他伫咱这个平常时啊，哦咱。办事的时阵，吼、哦，咱若运道较无好的时阵，咱要去做一个补充，加做淡薄仔善德啦。你讲是唔是呢？那今日节目呢，讲啊讲一点钟已经够啊吼。每张直接呢，祝大家吉祥平安。咱期待着喜结善缘，明天空中再会，再见，拜拜。